这在那个李光前庙。现在虎弟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讲哦，真的要多多来金门哦，或是说如果有空啊，就可以来金门走一走，你们就可以感受到一下，隔一个海峡就可以看到厦门的发展，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特别。就是在金门啊，在马祖这前线的我们的同胞们啊，真的都不会希望战争发生啊。所以今天八二三炮战61周年，虎哥就是来到最前线祈福，希望我们的守护中华民国的将士们能继续守护中华民国。三公九年，连带东四海贤，朋友一文三不喜欢，两华共文再次调和调解，旧话调解。各位早上好。
真的，我们要非常敬重这些保守卫中华民国的烈士们哦。台独真的是非常可耻啊！怎么对得起这些先贤先烈？东建，特别给你介绍一下那、这个刚刚看的那个太康殿，哎，在外面，太康殿是我们蒋公啊，当年来这个台湾的时候，我已经回来对，在蒋公啊，徐玉玺当过县长，然后呢，这个太康殿这个，是美军的护航驱逐舰，那个时候。民国34年从美国接回来，那所以我给这边的法会讲，蒋公要回去，蒋公要回去，太康殿，对，还是林玉玺来，编号21号，哦，编号21号太康殿，所以他们又特别增加这条法船，哦，那个是东山梅花2号，那个东正梅花，这个。应该是2号，东山是1号，东正是2号，那增加了这一条蒋公的坐舰，太康殿。他这个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我们只有这个，那后来我因为这个很慎重，我去持股来比蒋公，对，比蒋公以后呢，他的法官说就跟我讲说，他肉身了，然后等不到回南京中山的正旗去，那是不是可以借由哈这一场的盛会，他的圣灵？也想要回去南京中山里，然后呢，那也请林玉玺将军来陪法会。那我们也很慎重的去到了林玉玺将军，有请示的林将军。那后来呢，我们就说那讲公啊，我们知道你的太康殿，因为我们又不是皇后，说你会姻缘的，所以又增加了一个太康殿。好，是他就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金门将军李光前将军的启航，回南京中山里，三艘全都要回去南京中山看的，是这样子。他这个箭头啊，就做的是军舰，那两条法船就不太一样。这个就是军舰的造型，对，军舰的。这个怎么？将军名单也好像不在这边。这边，你这21号，他这边。健康态，那么再来就对这位的，可以啊。这位我们很优秀，已经示范退了，再上大点好。这边照一张，我们再看看见照一张，来，等杨律师长你也来。先那个的，先合照，你先合照，再看见三个名字。哎，我跟你往前站，你要往前站，这边站。太康殿的名字要没错，太监，哎，你稍微往后一点，太康殿，太康殿的名字来，这是历史辉煌的一刻，是。好，那不行，好，那这个让出来，哎，蒋公开老船，你再过去一点，蒋公开老船，啊，来，过来，哎，来降噪，来你不能走，来降噪，我在这里，就在刚那个，好。大家看我这里，来1、2、3，好，8、5取消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 ，OK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各位。那等一下到庙，我去看一下。啊，到光前庙。好久不见。搞半天，这个叫什么？
我传达这给我们。于总委员，哎，我有给你名片吗？你现在进门多久？我现在进门啊。习主席，谢谢我们的主席，这就是我。我们这边是金门的李光前将军庙，啊，我们的金门的守护神，我们中华民国的先贤先烈，在大金门，是的，我们在大金门。那这个法会哦。也是很隆重，也是跟刚刚那个两岸和平大法会有点类似哦。我们就是希望说两岸跟真的可以和平。我在这边跟大家再讲一下，就是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来金门旅游，因为来金门旅游你就可以看到，哇，对岸就是厦门，你就可以看到从肉眼就可以看到厦门就离你这么近。所以你坐在这边的人哦，真的都不会希望有战争的发生。因为这里就是中华民国最前线。所以你要搞台独，第一个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金门还有马祖这些同胞。将军郑东将啊，就是他一直从头耍到尾，哎，对，结果哈、哦，结果有时候讲出来，人家都是将军，是，他就是韩国吧，就是韩现在韩国瑜的前世替身了，哦，就是他每次呢，就是也是帮忙这样跟将军郑东将，他们庙的哦，把他韩国瓦尾，最后见到哪一个？见到那个老詹，你在左边。好，那我们的直播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